咱们来的是 KTV， 又不是酒吧，你不觉得气氛怪怪的？怎么会抢先了呢？这个小女孩一定是觊觎于总，但是又看见于总跟古龙合唱，受刺激。目前战绩，就凭你看这个土匪一样的编导，看来是想找苏可兰聊天，但到现在为止，半句话都没说上。站起来一次，退回去一次，喝一瓶酒。现在战绩12。你闺蜜今天不应该是人生赢家吗？怎么也借酒消愁？那还不得问你外甥？人呢？去哪儿了？我外甥。到了。